来这段毋着讲啊袂完嘛吼，这段讲啊袂完，咱即马去对头前即个论文本论的论文阁读一遍吼。温和分心，无烟无杂；二零无比有烟有杂，诸法为因。如将摄故摄所摄依，当摄之时，随复比有烟杂非一品类可得。入念去后，念时以上便有烟杂非一的品类念摄。高乐文相显现，阿赖耶识的福如是，以十灵魂之所分析，吾分析时随福未有以十可得，各生念起现前以后，便有以十无量品类诸法显现。啊，即马即两段一个比如啥呢？比如迄个尼布。吼、哦，安尼一个一个，你无共个色地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段头前这段是假讲安尼，啊，但是安怎呢？伊即么着甲你讲，落尾呢，先下像咱中国是下石灰水安尼，甲抹石灰水，啊，在印度是假讲高接甲即个梵梵，嘿，梵你敢知影？梵知嘛吼，嘿，涉涉嘛吼，我会记得较早阮老母计洗地灯啊吼。用环，对吼，嘿，啊，即嘛有人计讲讲用苦啦就好啊，苦啦讲计洗吼，讲足好洗安尼，敢是安尼讲吼，所以咱苦啦袂使啉伤济阵，啉伤济讲肠啊会爆起安尼，这是听人讲的哈，绝对袂使啉苦啦，吼，讲若啉伤济肠啊讲会爆。迄、那个肠仔想会互苦啦，洗甲阵清气安尼，啊，所以将来即个肠仔诶功能可能较会失去安尼，所以最好莫啉苦啦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怎样吼？吼、哦，七点钟早，这是我加报加讲诶哈，诶、欸，加讲诶，诶、欸，即马搁再来哈。那么下面讲阿赖耶识，亦复如是，含头前迄段跟尼布，伊讲意思差不多，大概类似，因为。这个叫无著菩萨是因如嘛哈，啊因如，但是伊是有哪有看得到这个世亲论书解释的，好、哦、世亲论书，但是伊是跟这个无著讲出话多含这个无相讲的差不多类，迄、那个有因的着，所以这个是敢像三圣人拢讲这个意思安尼哈。伊讲阿赖耶识跟你念哦，有哪安尼？伊阿赖耶识伊。是受到这个圆杂灵魂之所分析，阿赖耶识内底在物件，在政治啦，吼，在根本烦恼，在有老善恶的政治，是受到啥呢？受到灵魂，这个灵魂是啥物？就是情七色，看无？是毋是情七色灵魂？因为外五色是对外境，较来第六色分辨。啊，第七识甲产生五贪、甲五爱、甲五执嘛，安尼就入去啊。哦，像这个意思是安尼哈。所以底下阿未分析，先阿未分析，即马即句加一个未，可能较好解释哈。阿未分析，而先为政治的时阵，还是讲分析先为政治的时阵，哈、哦，未分析就无，啊那分析先为政治的时阵。就其中分析有一类政治在内底啊，就其中有一类，那就讲我尼布要成尼一色安尼，安看有吼？所以这个呢，虽然阿个阿未有圆杂的相貌可得，比如讲你今仔日干阿要尼灰尔嘛，啊，伊内底拄啊有这个灰色，啊，就讲你今仔日有这个贪，那么有贪尼念就有贪的政治安尼。哦，这意思讲安尼，就讲因为贪是归贪，那像灰归灰，灰的色是红的，啊那黑归黑，黑归黑，这个黑的色是青，这个是不同类。哦，这个是安尼吼，迄、那个阿哥阿妹圆杂的相貌，就讲干那里面一项物件起来，但是到了这个众缘那是相色哦。这个歌声现前以后了哈，
哦，迄、那个因缘果，啊果已经生开以后，当然得阁有依则无量品为诸法天然啦。注意，亲会生着，亲会啥？迄条随烦恼对不对？对吼、哦，主体那是念落哦，我甲你附带倒落啊。所以我即马讲一句实，你爸吼，虽然你这个所在有甲我犯罪。不过我跟你讲哦，知识也未，知识成立起来，成熟成立起来吼。啊，你即马即个无爱逆行的，我跟你讲，即、這个无爱逆行的，无犯罪。我跟你讲，未当无成熟的。啊，安尼感想有，好吧？所以迄个逆步吼，你一旦甲浸落，迄个所在存在讲有肉就会罪。但是绝对有杂念着，杂念着这个青色的，啊，第二遍较阁收缩。在我个人个想一定安尼，因为规桶水落了，袂当讲无去，规撇步你顺这个主点有解，无爱，过年轻的中间无爱甲十分十着这个红的点内底吼，我甲你讲，绝对有那会逆念着。所以咱人有根本烦恼，一旦家己作业着，随烦恼有那现有那起来啊。好、哦，唔靠叫做随烦恼嘛，好、哦，这个对的啊。个性现前以后，便有依则无量品类的诸法的现前。好、哦，比如讲一个人贪，啊贪的中间吼、哦，你贪会来，甲未来中间，我甲你讲，难免有影响到亲，会不会？敢会？啊，这个影响到亲这两项物件，内底绝对有无耻的成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个唔客气讲，便有依则无量品类诸法，那原在现前。哦，啊，所以你无真正无注意，无控制，袂使嘛。这个何必白色？好、哦，会医疗白色的布了哈。但是经过念起的助缘以后，有哪会现出其他十色的花纹啊？对吼、哦，哦，所以呢，各生念起，哈、哦，但是呢，平常时解说为各生，就是念起，啊、哦，但是这个不如把念起。甲解说做成果的作用好了，你念的这个功夫啦吼，甲解做迄个色浮现的这个个作用啊，迄个气就是作用。哦，啊，所以今物这里这句吼，用经过念气的作用了，是现出颜色的颜色的花纹嘛。所以唔是讲你要念这个，干那迄个字咧，都其他杂念的都拢掉了。这个就是一头前这段，诶，这个说明啊呢，就是用力量来个引起到这个咱人的业识中间吼，主体政治，我那肯定就到这个业识，会做其他的这个随烦恼，主体政治啦吼，我那肯定到这个随烦恼呢，六种根本烦恼生出来了，我那做到一块随烦恼，诶，成分伫来得定啦呢。哦，比如讲，我要染红的咧，啊，将这个青的给擦翻水起来，啊，擦翻水啊，你嘛染红的染起来了哦，啊，你这么这擦翻水，虽然讲有染点，唔得讲漂漂的，水漂漂都无紧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袂当讲完全变白，一定有这个红的，诶，这个色，诶，这个色颜色哦，去倒掉这边安尼，这款呢，比如真重症，哦，所以咱人爱注意。既然贪嗔痴就是三动嘛吼，你特别小心这几项，我不骗你，吼叫做三毒的毒害家己对了，贪嗔痴三毒的毒害家己对了嘛，所以爱特别谨慎，这个贪嗔痴安尼，啊若无其他牵连到这个业识，一定有那有，吼、哦、这段是安尼讲啦吼，即马下面这段，大乘心深缘起两种缘起。那两种缘起，如是缘起，五大行中极色心深，哦，
有欲六说，有两缘起，一者分别自性缘起，二者分别爱非爱缘起。这个中间可能较点一点，可能较容易了解吼。爱非爱安尼，爱甲非爱，吼、哦，初中意志啊，那也是自发升起，是名分别自性缘起，依灵。分别种种诸善为因性果，复有十二支的缘起，是名分别爱非爱缘起。以是有诶，以有善处恶处，令分别爱非爱种种主体为因性果呢？这段的本文哈，怎么来？第一句，怎么第一段哈？这个是属于这个。分别自性缘起，这第一句是结上接下接落的文书安尼。哦，那么那阿赖耶识的三相，就是正智、现行、甲分析的心正智这三项。哦，头前正正要讲过，主要是伫这个诸法人何因果安尼。哦，说明的一切法的缘起安尼，一切法就是包括心法。吼、哦，梦想的心法，啊，甲思法，啊，甲这个色法，啊，这个色法有包括咱人的这个四大和合，啊，这个相关的五所，这种拢有牵连着，吼、哦，所以甲讲缘起，吼、哦，伫即个有吼，甲改做在可能较好读，伫这个大乘中，吼、哦，这个缘起法啦，伫大乘中是极细，啊，甲极深安尼。哦，就是讲这个缘起法啦，吼、哦，伫大乘法中是极细，啊个深深，不但是微细，微细甲啥？微细甲世间初心的凡夫未当了解。我甲加一个凡夫啦哈，我即我甲加的哈，初心的凡夫未当了解，而且深奥。深奥甲这个二性的浅晦嘛未当强求，所以唔敢去讲这个微色行哦，本来无简单强求啦吼。人讲讲极细深浅嘛，所以今仔日我去讲嘛，讲未当十足啦，安听好无？我若讲有八成，我感觉都真弥勒准好啊，哈，可以这么讲啦哈，可以这么讲啦。我来看看他，啊，即嘛咱大家继续思维，安尼文道字就出来啊。哦，我咧像即几句安尼读过，啊，我甲加两字啊字，安尼应该咱个一个个概念就出来哈，安听吼、哦，概念就出来。所以进来对，这个缘起有多种，无同的意义。哈、哦，这个所在，哈、哦，简单来甲讲这两种就好啊。一者分别自性缘起，二者分别爱非爱的缘起安尼。啊，这样一直分这两段解说，什么叫做分别自性缘起？什么叫做爱非爱缘起？伊即马即个分这两段解说。第一，分别自性缘起，哦，那么为什么会有一切事物的现象界呢？等于世间有一切事，这个事物的几代志啦哈，啊，加这个物质两项，先来靠这问题。现象界即马即句话讲，为什么现象界有在代志甲在物质安尼？吼，即句安尼甲解释嘞，吼，在现象界一切事物是安怎靠在物件？啊，了解吼，因为即个物件拢因人所生发嘛，吼，爱知影，即个基础依然就讲究竟的原因啦，吼，即句安尼吼。知有无？有一句话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哈，啥即物件都安尼，唔知虾米原因是安尼。哈，所以这句话我甲解读究竟是虾米原因？所以进来得讲，必须探验伊个原因安尼。迄、那个个知其所以然，哈，即个就是咱一定要探伊个原因。那么将伊个原因，从即个世间口，即个遮尔动乱。所以咱有时一寡代志一定爱探讨伊个原因哈。但是，譬如讲有时安那靠世间的这问题啦吼，哦这哈靠六道啦，咱就从伊个这个原因上就可以分辨
现象界的差别，吼、哦，的所依然啊。即嘛即句吼，即句现象界的差别，我即嘛差别现象，安尼个解读讲现象界伊的差别安尼，安尼可能较好了解。因为即个现象界有六道嘛吼、哦，啊，咱人间道来甲讲有诶富贵贫贱，安尼就有差别了嘛吼。哦啊，听有无？家庭有诶真圆满，有诶无圆满。啊，即、這个爸囝母囝有诶是真和顺，有诶真无和顺。即、這个叫做现象界差别。啊，即、這个世间诶生命，人类生命有诶长寿，有诶短寿，即、這个是毋是种差别？对吼？啊，是安怎开安尼？有诶是痛苦一世人，啊，有诶是健康一世人。像最近发现几个老菩萨哦。有看到无？拢八空八通会，对吼？敢有看到？一个阿婆讲啥呢？人个问讲你安怎养生？讲我一生爱食菜脯卵呢。吼、哦，有无？啊，一个阿婆讲，人个问讲啊，你开这长命，你一生是拢食啥物个保养？无啦，我都啉牛奶透烧酒啦，对吼？这拢毋是主要原因啦，就是伊精神个问题。安听有无？伊是食伊爱食诶，毋怪伊会讲我爱食菜脯卵嘛。啊，即、這个总统就讲个是得开食好无吼？吓啊！啊，迄、那个一个阿婆就讲，我即世人吼，偏食牛奶，啊，伊即马就倒一杯烧酒，甲倒咧牛奶啉。我有听着讲汽水倒牛奶啦，吼、啊，我若捌啉着，但是我无，我毋捌。我今仔日漳州就甲听着牛奶倒酒安尼，啊，伊就安尼伊个口味，它的口感就是这样嘛。啊，其实遐物件毋是养生之物啦，安、啊、听无？因为伊个寿命会当食到百通岁，但是伊个精神绝对无杀业，安、啊、了解吗？不但无杀业，伊个精神绝对有那丰盛，安尼开今生落在即个人道上个寿命才长，甚至即两个阿伯啊，听讲讲迄个健保卡拢无用着，安、啊、听无？拢无用，啊，佫用关系迄个 A 卡啊，啥物货？安尼可见，就是伊身体健康无用，就无去看医生嘛。即个就是有伊个原因，吼、哦，即句叫做知其所以然吼、哦，就是讲伊真精神，绝对是一个真好德好心的一个人安尼。即、這个就追求个原因，吼、哦，即句话就直接讲安尼哈。现象界啊有诶，即两日吼，拄啊老母要去创啥？啊，都去弄掉，都拜今仔日有两个吼，现教师老母站到边的教师囡仔，一个同乡，一个教师，对吼。啊，一个个另外一个是因爸爸在家事要处理，有无？啊，停伫路边，伊这个囡仔死了，怎病出来？病出来拄啊走对大路来，总是要车撞死安尼。这个都是有原因的，安听吼，这拢总有原因。要注意哦，这拢是咱在这个业报上内底，吼、哦、的原因哈。注意啊，有诶足费类诶，囝足费类嘛吼。安怎哦？吼、哦，这现象个就是安尼啊，这是书啊，啊，甲伊变现出来，这个上长命甲短命嘛，好不安怎？吼、哦，啊，即我咧讲，咱人、个人、家庭状况、个人诶状况。那么拢总无啥相像，即拢总绝对有原因。好，这些讲安尼哈。所以引发讲现象界，所以人哈，啊，即嘛下面即句讲自性就是每一法无同的主体。即句自性就讲业色境界的别性，安尼啊，唔是自本性哦。即句要注意，吼，即句话就讲每一个人甲每一种的事的变现。比如我们人身体有的悬，有的低，有的肥，有的瘦嘛，这绝对有原因，听到没有？这现象界，所以这个叫做它的这个自性，就是说那个奶鸭色的这种子不同的别性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说什么？每一个话就说不同的主体，奶鸭色为主法的因缘性，就是说是什么原因来变成这个现象界，大地现象。
想到现在台台这个现象哈，加这个感觉，爱加唔免，唔免哈。我你讲哦，你有你的身体，我有我的身体，对哈。今仔日我有我的命运，恁有恁的命运，对不对？男将、女将有无同的命运，到有无同的生理，这个对对来，拢各人的这物件现出来。今仔日我内底若无过去，再出家因缘，我今仔日都无出家，安了解吼？啊，但是先我开大乘入邪道，今仔日较阁出来，这也是一种因缘。我今日若无伫内底了解内底现象，会错误。可能我今仔袂当救度真济一贯道的人。这个我是也是我个人这个业识的这个基本因素。但咱今日咱大家人个人派一笔应财，放袂离。恁当时要放，我唔知影。我派一笔应财，敢听有？一个家族内底人派一大堆囡仔啦吼，对吼？反正恁来派个头毛吹秀，别恁都无出家因缘，也无得讲。安尼，这是恁的真内底问题。所以，个人个人的命运、寿命长甲短、身体健康无健康，啊，徛伫国土里无共，这个都是有原始的因缘伫真内底的。拢这个变的，这个拢等于这个相分，啊、哦，啊，甲变的大地这个现象的相分安尼。啊，这个相分都物物，啊，甲事嘛，哈、哦。我咧讲哦，咱今仔经济会含乐袂含乐，拢莫去怪别人，听好无？莫去怪，咱个人的主体因素。咱有诶嘛是生活较真好啊，有诶是因为经济一个含乐无头路，长一个家庭才资产，对不对？你讲，伊悲哀悲哀，讲伊一日走一日都赚九十块，听无？走一日赚九十块，活了真艰苦，到尾自杀。咱别人都未赚九十块，谁那伊赚九十块？这是一个别的因素，但是无唔对啦，一般是拢歹。不过咱的地主吼，咱台北一个地主，但技术伊一日上届无爱走三千块。恁老去台北就是迄个做市价迄个。你甲讲啊，我只要个三千块呀，安尼嘛是真福分啊哈，人间的福分啊。哦，我都话都讲啦，啊，迄、那个张主席，迄、那个讲一日走一日都赚，都收入九十块，亲像姜子牙无闻受伤，安怎样吼？哦，这就是个人无同的相分嘛。这个就是金钱物质，啊个人事上吼，都未拄好，都未拄好啊，要安怎样？哦，都有原因啦，哈，知道吗？这是现在跟你做一个较快的比如啦，哈。到进来底吼，阿那也是个这诸法因缘性，哈、哦。所以呢，诸法的依据啦，即马这阿那也是个诸法的依据，好、哦，所以依据难也哩。譬如讲，咱今仔做甚物个，阿拢总控制变难也是。啊！但是内也受内底政治，还佫变现现象界一切法安尼，即、這个叫做因缘性吼。啊！但是内也较有各种无同的即诸法因性的存在嘛。咱个人，你做你的业，你填你的所在；我做业填我家己的。安听好无？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。我叫你改，你若唔改，有那是你个倒霉。安听好无？哦，阿弥当讲。所以讲，咱要克服力，要克阿弥陀佛，克啥物人？那个是胡说八道。你有那个人爱，袂使克他力哦。你家己若无七分的自力，要去修改哦。我甲你讲，啥物佛都互你克袂掉。哦，绝对毋是讲我今念一句佛号，就是要克啥物人。那安尼都含信基督，讲我信耶稣的得救。所以这个是迷糊蛋。这个法师是迷糊法师。哦，安尼都含神道有啥物关系？咱佛法内底讲，你家己你那边下当来，断精，断惑正心，你绝对爱自力。
你今仔日要成就佛果、成就菩萨果，你有哪家己爱去努力？你来拼拼到这个实际上，看你有七分的努力，辅助绝对给你加倍，菩萨给你加倍。你绝对袂使讲一心拢要靠啥物人，唔是讲信得当得救，唔是讲干那念一句佛得当得救，那个就胡说八道。人内底基本条件同你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净化内心，知无？净化内心，所以你念佛持名，等于含打坐一点类似，所以迄个叫做念佛三昧。所以你一定要靠自念，好好去净化家己，你唔开会当含净土相应嘛？啊，若无垃圾心，袂当含净土相应，这个是不对的。哦，啊，所以今仔日要甲咱讲哦，因为今仔日各人普遍呢。这个乃也是各个无同的诸法因性的存在啊！今仔日咱若顺正道去了解哦，你唔修佛祖嘛无法难啊！我讲你应该恁来同意。佛法甲咱讲，讲到前后左右上下兼顾啊，啊有诶都未深就未深，都无法懂。啊，若深就甲恁讲好势，你甲这个相关的法义。教你安怎样净土，你唔净土，我跟你讲，有那是普贤六道生死轮回，因为个人修个人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到恁有这个因缘，就会当来读到这唯识学啊。啊，当然是恁的特别的因缘嘛，哈。啊，恁讲唔修都没有办法。哦，这点是附带加注意提醒啦，哈。嘿，安怎样哈？所以这个唔卡有种种诸法的生气啊。哦，即马来用个人的性命来甲讲哦。好、哦，生到死哈、哦，这个叫做生灭诸法缘起。要知影，你的命运也是诸法缘起。你当时生，当时死，什么时阵你的五脏内底基因病变？我讲这个就是由这个业识浮现的，但是不是未变，定业可以转。看你要安怎修呢？绝对会转。吼、哦，我就甲你讲，一个人生命根本灭亡啊，人还佫有法度，经典还佫有记录，要安怎改变，互伊延伸生命，那袂转，绝对会转。但是看你有得法无，你有要修无安尼？唔敢讲定业可转啦。啊，你若完全拢无要顺正道落去行，当然定业不可转。所以一个从生到死。这个就是咱人间的世事，但是会记住咯，你伫一生的命运，你所得的这个物质吼，啊，甲环境的好歹，物质，啊，甲这个环境，这拢总是生命上应该得甲失，拢甲你做叫做定业，啊，定业毋是不可转。定业绝对可转，但是看你要安怎转。啊，要安怎转，你就要得法，即得真正真理才当转。哦，啊，你若无得理哦，你绝对袂当转。人甲你定型，讲你食到几岁，我甲你讲，唔是一定安尼。最近加上这个佛位吼、哦，有放一块了凡四分，但迄个世间法内底都，伊甲你讲安怎转，就得转啦。迄、那个真正会转。不过那个是世间法，啊，了解吼、哦，那个是世间法。世间法的福报有哪会当算？伊应该袂当得到功名，但是人伊嘛得到啊，提早得到。吼、哦，那个是我内底读了凡四分的册啊啦，迄早起都拢看过啊，所以你绝对会当转。但你今仔日要转凡夫成圣人嘛，是你爱转啊，一定要断血，较有可能正心嘛，无变哪转啊？这个血得业啊。你若无当，你绝对袂当。迄、那个心就是讲，如来体性绝对袂当现，所以一定要先断血。吼、哦，这相分啊，这业识相分一定要先断。这个光明上的宗，光明宗，这个较普遍嘛。这个是一种原则嘛，啊，就是、一种个公式。吼、哦，这个无变啊，这种理无变。绝对唔是讲我今仔相信就会当变安怎变安怎。我咧讲，迄是一种。方便，方便要让你入法咯，绝对袂使用这个叫做定力。那你讲用这做定力吼，我跟你讲，你也好，法师跟你害死，我不骗你。
按不无多冇人信啊，信是关于着因为伊签报嘛，啊签报的人对签报的人嘛，哦，啊你今仔日你若是讲听过再道理过，再威胁到再道理过，你着爱家己去努力啊，因为你要离许通去正心，通去要解脱的啊，哦，这是主点是去讲这个啊，哈，爱了解嘛，这嘛搁再看哈，所以。现在来，我们谈到是说到乃亚诸法依止是乃亚念，现在这个乃亚有各种不同的诸法因性存在嘛，就是业色境界，所以靠种种的诸法生起，就说内底那个境界叫做相分，这样普现这个外境，这个叫做诸法生起嘛，这个也是相分啊，你自己没变不行啊，你没程度不行，所以教师说了，宇宙间如果敢若唯有一个法为因啊，即马即句话注意听啊，那么就无法说明即个现象种种的差别现象，都敢若一人尔。好啦，甲讲一个尔，甲讲敢若有即个一法，即、這个都无代第只奇奇怪怪的代志啊啦，对不对？大家嘛忽然嘛，不过唔是咧，内底足侪物件。唔卡变现即个外相的相分嘛，哦，所以即句话是讲，假使干了一法尔，啊，那么一法大家都变出来，讲即个会变的一法啦，大家变出来面貌拢相像啊，关节嘛相像，嘛无男女的分别啊，就一法尔，啊，你敢听有？就干了一法的，好，譬如讲一法干了讲一个业色正气尔啦，啊，你闹男女闹六道，对吼，都无。哦，啊，即嘛即个解讲，那一法都无六道，干唯有一个清净。啊，若是讲业识干若一粒咧，一种个，大家拢总相像，那么变出都无男女分别，都无官啦，无家啦，无肥无瘦安尼，对吼？啊，都无迄个个好看面个，歹看面个嘛。哦，即嘛即个就讲安尼。但我咧讲外相变现袂要紧，外相是业识哦，但是重要是内底即个。这几日我看到报纸吼，一个有心的负责人爬去咧车顶，爬去车顶了吼，啊，搁牵一个囡仔，这个囡仔三岁，啊，正牵起了，其他的人围拢坐咧啊，啊，当阵边啊一个胖胖的小姐，头几百公斤的小姐爬起来，啊，矮矮啊，爬起来给伊这个负责人坐，但坐了了，伊这个手。看的这个囡仔吼，总对这个胖胖的这个小姐在里想，跟妈妈讲，这个阿姨开遐大块呢，哈、哦，哇，其他人说伊妈妈说歹势，哈、哦，再因妈妈总用一个比如，你是不是爱花？啊，花每一类是不是拢真水啊？花的形体是不是拢无同？颜色不一样，用对啊，但是是不是拢真水？用对啊。这个囡安尼幼稚幼稚讲对啊，伊讲人本来都关家肥善，不过有一颗爱的心，那个最殊胜的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像这个囡仔都翻嘴啊，讲阿姨，你的心很漂亮，怎样吼？吼、哦，安尼都无好。这个阿姨，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佫随个翻耳真聪明，佫随个翻耳了。这个小姐吼、哦，好啊，有那欢喜就笑出来，伊讲。花样无同，但是花拢种水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这个阿姨虽然伊较发福，唔过人有一个漂亮的心安尼。啊，这囡仔就讲阿姨，你有漂亮的心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个重要吼、哦、是这个物件。所以人的关系是拢种业识变出来，但是咱有一个如来实体性，迄、那个光明中，迄点块是真可爱。唔过免了变现，迄、那个变现出的有利手法，靠可能变现。哦，即马注意七点哈，哦，所以我拢会比如新闻，安尼毋知对毋对哈？啊，对哈？我拢比如现象界再好个歹，我拢会比如嘛，互恁去了解现象界再问题出在什么问题哩？哦，下面人是甚物原因啊？哦，好，哎，一定要像安尼伊啊，随避开避红，这是甚物物件？安了解哈？即马搁再来哈？伊即来在讲。宇宙间如果唯有一法唯一，那就无法说明这个现象跟种种法的差别现象嘛。吼、哦，
阿赖耶性，吼、哦，有那就是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因为阿赖耶性内底的这个政治性哦，有那是真复杂，唔是干那一番尔，所以伊就是从无数以来受到种种诸法的熏习。哦，起现行啦，啊，得搁再做业，做业得搁起现行，吼、哦，啊，连咪贪的分析，连咪嗔的分析，连咪固执的各种分析，啊，你要甲安怎啦？啊，即么你分析了了，你就变成迄个啥强无明甲不强无明嘛，吼、哦，迄个自然就海经济地，啊，就变出就安尼。用这个人安怎？你无法度咧，吼、哦，我讲真正无法度，我再甲你讲吼。哦咱有时阵手在遇到冰吼，真正有理讲袂清。啊，有理讲袂清，就是因为伊个业识个蒙蔽啊。你搁甲讲讲，伊嘛是安尼啊。要安怎啦？啊，要安怎？即摆伊就讲，今仔日会当甲讲会清，就爱看我甲教，啊甲教叫修改呢。不过，迄款人要教是袂使讲歹教啦。安怎讲袂使歹教？因为咱凡夫内底会生，会当生活啦。你要讲歹教，咱袂使讲是顽固，较歹调伏安尼尔。啊，今日你这种的人有理讲袂清，伊是问题出伫第二只，就是蒙蔽嘛。蒙蔽就是伊内底有不强无明。今日你开有时阵代志做了颠颠倒倒啊，啊，佮有时阵强无明的中间卡袂着，就起现行，算不是安尼？啊，算不是当中业识的问题？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啊！这是变怎讲呢？啊，本来就难调难服啊，但是佛得到迄个耐心，安尼甲咱教，一节安尼来出世，吼、哦，安尼甲咱教嘛是直直加开啊，紧加慢嘛是加开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即马甲注意讲一个，今仔日徛在人间道内底吼，是是非非，就是有一个个人的固执伫咧，甲个人的这种作恶业。啊，甲个人的经验，吼、哦！啊，咱今仔日你若是会当净化，内心会当净化，我咧讲，你绝对会安尼安乐过年，过一生。你内底都无正气浮现啊，安、啊、听好无？你无迄个恶正气浮现，所以你人生就比较较无坎坎坷坷的代志嘛。啊，你若是讲今仔日你都唔肯忏悔，啊，你内底业受都有海歹正气，当然你一生过得都袂平静。吼、哦，安尼关关格格，那像迄个股票吼，先降安尼，吼、哦，都降安尼，迄个坡度有遐悬啦。啊，所以有些苗咱好啊，要甲各地啊，连着个起来，啊，连着个各地安尼，都未平安就对啦，常常都有这代志出现。啊，你今日若是业识会当成就，我跟你讲，一生绝对真平顺过日。吼、哦，安了解吼，所以重要是安尼。你求得平顺过日嘛，要来听经闻法，较无干扰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讲无平顺过日啦，今仔烦恼这个，明仔再烦恼迄个，今仔出这个代志，明仔再好出这个代志。我甲你讲，烦都死啊啦，我无骗你啦。要安怎听经？要听你对？有啦，伫只坐啦，毋过听无半句啊，你个心有塌掉咧啊！所以我咧讲，真真正正落实忏悔，吼、哦，安尼较重要。无你起起好个，譬如讲你今日有代志了，来到遮啦，卖讲啥物代志了，你就想讲，阮祖囝毋知补习当来袂啦，会想会袂？会袂？会啊，因为母爱嘛，本来就安尼嘛，啊，应该是毋免去关心遐济，因为安怎呢？你今日若有事在心吼，有乃知音，你这囡仔大家平安，福报有乃起来。吼、哦，绝对无甚物大代志啦。不过你心就是会乱就对，吼、哦。前阵吼，台北一个女将啦，啊，要来大竹山，你敢知坐来到高速公路到要到泰安啊，到迄、那个泰安休息泰山休息站安尼，啊，想着讲伊厝人家事无关啦，你敢知影准落车？准伫边随查家人才转的，心都乱嘞，无转去袂使嘞，转去有关呀，无不是无关，不是无关嘞，有关呀。你甲看，佮另外一个吼，还佮较趣味哦，出去外国游览三天，厝里的家属真啊无关，转来烧甲迄支水果，茶的水果吼，阿鲁美哦，烧甲烂去啊。
但是无火烧。你甲想看三天哦，规桶家属烧了了，等下一个甲规家属拢开开，迄支兄兄弟迄个阿鲁米的迄个地锅烧甲拢塌落啊，但是天啊无火烧，安尼是虾米原因？哦，所以我咧讲啊，伊安尼放到外国，伊也毋知讲伊火无禁，啊，就去真了外国佚佗倒，伊嘛欢喜佚佗啊，大家发现着啊。不过这个女将上车到泰山休息站，甲想着讲家事无关，所以说咪家己唔对诶。吼、哦，所以我咧讲哦，平顺要过日，有哪得爱他力，安了解吼、哦。但是他力要平顺，有哪得爱你自力诶实修。边啊，绝对有人去甲你顾，听好无？你个囡仔，你做你个安心，你做你听经，你个囡仔绝对有哪有人去甲你顾，因为佛祖菩萨甲佛法既然给顾你，爱有即有，伊不但顾你，我乃顾你个囝儿孙啊。但如果你若是安尼无啥正常，连你本身都顾袂掉，你一生都无平顺，无平顺，连你个家族内底都拢无平顺，这是必然个代志。所以有那是净化内心，即个为主点安尼，哈、哦。所以今日点唔卡讲安尼哈，来哈。因安那也是咱从无数以来都受种种的诸法的分析啊，他们的分析、亲的分析、无知各种的分析，吼、哦，骄傲得意啦，各种分析，所以呢，较有种种法自性现起的现象安尼。你若无遐物件，哪会起现灵？哪有迄个因缘来甲你做？甲讲你今仔家庭变安怎啊？破裂啊？有诶无诶嘛？吼、哦，就是安尼。所以，吼、哦，伊会当为缘性，所以灵魂别安尼。吼、哦，灵魂别就讲，你政治起现灵咧，佮出第六意识出来的灵魂别啊嘛。所以就是政治无共啊。吼、哦，比如讲，我家己讲一个。你今仔有去学法，你应该内心愈清净，智慧愈深，法义上愈高分辨。正法不是正法，拢听有。今仔日我内心若直直清净，我这个轮内底我都看有嘛。啊，我今仔日往白愈深，所以我无可能讲啥物件出来啊。这嘛毋是一说一说就会当安尼啊。啊，你今仔日听的话，照讲你就是有过净土，有过净土你嘛毋是一说两说尔，听无？哦，这点安尼哦，所以会当现起各种无同的种种自性，就是业识的种子现无同的自性。你爱怎样子？无同的别性就对。所以你若有贪的种子，就你这世人会比较较贪。啊，你唔通讲这我自然的哦，你无改你会改死哦哈。我无甲你讲，你无改吼下根贪的话，你绝对袂当达到婆罗蜜咯。因为咱要求的是婆罗蜜嘛吼。你今日再健康，你若唔是啊，你袂当达到菩提面。今日如果你若是无要修改，所以持戒要达到菩提面，你一定爱修改，修改才达到道彼岸。话就是安尼道边讲出来。你今日若无好好学习，你无可能达到精进菩提面。你今日如果若无头前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三定，我甲你讲，你袂当达到法界菩提面。安尼念嘛，这道理要讲起来就简单简单，但是你今仔若智慧咧，你个发掠来掠去，我来讲拢会准，安怎样吼？拢绝对真准，啊讲了真漂亮，吼、哦、安怎样无？你今仔日不但听有，你把日你都分析有啊，后、哦、来下面复论，迄、那个心中所烦一个即个分别自性吼，对即个分别自性缘起，就一个执诸法。有各种差别的无同的主体，就等于无同的个性。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这个各种无差别的主体哦，就是业识境界主主体、相分主体，就是由阿那亚识中无数以来的分析而有的。这句话怎样啦？吼，这句话咪搁解哈？是咧，就根本无明，搁再做其他无明嘛？吼、哦。那么这个阿那亚识。有种种无同的经济，这句话可能甲掠到变靠他，哦，无同的经济哦，所以，较会当分辨
诸法的自性种种，就是讲较会当分别诸法的种种自性安尼。即句话可能掠倒变来较好读安尼吼。安怎样？你内底若无遮物件，就袂分别即个。但是如果以真体法师所翻译的诸法，就讲现象界一切法的种种差别，吼、哦。怎样吼？是因为阿赖耶识受种种分析生起的，就讲你今日有政治嘛，啊，你即马搁在有政治起现灵，搁在分析新政治，吼、哦，啊，靠各种无同的差别，这个无同的差别，你若要甲讲甲彻底叫做别法啦哈，有无？吼、哦，爱讲别法，有先十一啦吼、哦，有这个根本八识啦。啊，有这个心王心所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有这六种根本烦恼啦，啊，佮有这随烦恼啦，哦，啊，佮六种的无为啊，这嘛拢夹夹伫来底里嘛，这个叫做啥？种种的分析而生起啊。所以我家属于讲者，咱今仔个分析要变现啥物货？别块的中间要变现啥物出来？恁敢无看？变现迄个六无为出来，听好无？这么重要是要变现，变化中先变现，其他再卖起来呢，就迄六无为的这个物件生活起来。吼、哦，现在对特别无为，什么无为点对？就是要先变现才出来。这点是较重点嘛。恁等下变，迄、那个个变化去看一下，你就知讲我今仔甲你讲这句话，重点在遐，安怎样？所以现在在甲讲，这个将这点是含藏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肖像，哦但是这个是讲种种不同的诸法，这句话哈，迄、那个种种不同诸法，就是法相相分，所以阿赖耶识的希望分别自性，就是等于别性分别哈，自性，啊，这个自性呢哈，就是个起诸法拢总是以阿赖耶，这么这句话哦，这句话唔对哈，伊这么讲以阿赖耶识为自性。但伊卡讲，这含藏一个都无共。不过即句话，咱来定正一下哈。因为正这个自性是正知性，唔是内压性。内压性是无记性，对吼？啊，唔过种种自性是正知性。即句话恁来调理好，因为内压性是无记性，所以这个唔是内压性为性。内压性未浮现各种无共的这个个性，因为内压性是无记性，因为伊好甲歹拢收了嘛。所以就是内底有好的先十一，啊加六无为，吼、哦，咱即马就计促成六无为出来。啊，有的是恶性，迄、那个是政治性，毋是内压性，即个伊计讲差别伫遮。好，用广告遮，弥勒尊号，哈、啊。